前几天我到美人鱼出丑，当天就有人 po 这个视频，还有一些人 share， 可是到了晚上视频突然找不到了，之后的几天也没有再看到了，你说奇怪吗？人家变成 VPN 了，有没有收件的网站？我都没有录不该录的地方，怎么可能会是 APN？ 哎呀，你录也没差啊。我吉他，吉他这么旧，再买一把新的啦。我哪有钱，说买就买啊？这是我16岁的时候用光所有的储蓄买的，你给我啦。哦，你确实，你确实，你看，你看。怎么可以说得那么过分？你是网红，很多人看你的 video 的。喂，真的真的，那么多来跟着。哎，李如意，咱俩以后快就好了。这种人我才不要。你看这些村民，嘴巴那么毒。是，我的梦想是很大，可是有那么可笑吗？哎，梦想远大并不可笑，可笑的是那些没有梦想，只懂得嘲笑有梦想的那些人。啊？